明明现在受伤的是我，你为什么要帮着他说？不喜欢他，不管为他付出多少，帮助他的事业，帮助他照顾你，我一直把你当自己的妹妹，当然会对你好。妹妹，只是妹妹。 别喝了，我已经下班了。这个，不要了吗？当然要啊，钱我已经拿到了，你可以走了。我还有啊。 我也喜欢你。 我想要解除婚约，我都是为了谁啊？我都是为了你啊，修哲哥。既然全世界都伤害我，那我就要去伤害全世界。我要做渣女，我要跟海王，我要去摸鱼。哼，还是让我去上班吧。上班。哎，小冉姐，早啊。 早啊，桂姨。哎，桂姨啊，昨天是谁送我回来的？晋晨，说碰到你那个师傅送你回来。
他看到你喝成那个样子，还被人抱着，那大发雷霆，限制你3天不能出家门，在家好好闭门思过。也太老土了吧！这都什么年代了，果然是年纪大的人思想也老土。哎，关门！开门！把门打开！不让您出去，您说您哎呀！开门！开！开门！啊！这灵魂。开门。啊！哎呦，你就帮我把门打开吧，我还要去上班呢。哎呀，小圆姐，这次我是真帮不了您了。你说，如果你离开，那就是我的失职，那我一失职，我就没了饭碗。我上有80岁老母，下有刚过门的媳妇儿，我太难了。别说话，我太难了。开门，关门，嘿嘿，挺好使。怎么办？怎么办？又迟到了呀！是吧？这么绝吗？哼，这点小破玩意儿就想锁住我，我这溜门撬锁的小公主可不是浪得虚名的。哎，我们一起学猫叫，一起。喵喵喵喵喵，多一颗，哎，怎么了这是？哎，这也没约着装修啊。哎，谁呀？谁？小圆姐，小圆姐，小圆，哎呦，来呀，慧爷，一起来！你说什么？我听不见。一起摇摆。不，你这不是我的路子呀，你慢慢跳啊，慢慢跳。小圆姐是不是受什么刺激了，还是怎么着啊？那情绪好像有点不太对，她一直在那，一直在那儿晃。哎，你说她不会闪不开，喝什么违法药物了吗？她是，她太可怕了，我跟你说。哎，这样啊，我给你拍段视频，你自己看看啊。你等会儿我啊，太可怕了。小圆姐，哎呀妈呀！哎呦，不好了，小圆姐她逃跑了！哎，小圆，小圆。